了那么久，你有搞懂他到底有多强大吗？金马明导拿他来拍电影，哇哦，扬威国际。诶，这梦想太遥远了是吧？那来说说一般人也受用的十大隐藏版秘技，看看你会哪几招。以下示范机型为 iPhone 11。备忘录左滑删除大家都会，但往右滑可精准置顶重要讯息，没落高。同时按住电源及音量加号键，荧幕截图，这你一定懂，不要再傻傻等小图消散，左滑直接储存，而且长按缩图就能即刻分享哦。截图后编辑照片，按右下角加号，再点放大镜，是不是出现了小圆框？小蓝点是调整范围大小，点中间可拖移，小绿点调整放大倍率，哇哦，获得了一个大头宝宝。打完乐乐等讯息，发现了一个错字，但游标总点不到对的位置，手指太粗的蜜只有哭哭。但幸好我学了这招，长按空格键，一秒变花束，粗指救星，太美妙啦！编辑图片标重点时，除了公版图形之外，就算画了条毛毛虫，只要按住就能变直，丑星星也能变完美哦。计算机打横秒变工程计算机，这你会，但按错数字的时候，左滑或右滑就能删掉错误数字。 APP 太多想清桌面时，一个个点一个个搬，好厌世。其实只要按着拖住，再呼唤二亩地，点变成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一起拖到下一页，就能好好整理咯。哎，都垃圾邮件太多，别再一封封点选删除，二指深勾往下拉，就能快速大量圈选。讯息也适用，要选多少弄马一塞。开启控制中心，长按手电筒就能调整光线强度，还有四段选择呢。最后长按亮度图示，夜蓝模式，暖色调舒缓眼睛疲劳，半夜追剧避开，深色模式在低光源下让荧幕不刺眼咯。苹果新闻网还不快点选起来，报道。